前港仔岑杏贤在2020年11月和金融界精英 Kelvin 结婚，翌年9月就生了仔仔 Preston。 Jennifer 在2021年决定离巢 TVB 淡出幕前，专心相夫教子。和 Jennifer 好老友的杨秀慧刚刚就在社交网 upload 了一段两个人拍摄的短片，主题是当和好朋友出去吃饭准备埋单的时候，Jennifer 和 Vivian 两个人争住埋单，两个人都拎住张500蚊纸出嚟作状咁样争埋单啊。点知 Vivian 嚟一招移形换影，趁机将 Jennifer 嘅500蚊纸塞入自己手袋入面，搞到 Jennifer 反晒白眼，劲搞笑啊。片入面两个人就各有诡计，但现实入面其实系闺蜜。拍摄嗰日就系 Vivian 为 Jennifer 庆祝生日， Jennifer 仲透露 Vivian 每年都会为自己庆祝生日，感情好好噶。网民大赞条片好搞笑，不过亦都有网民错重点，将集中力放咗喺 Jennifer 身边嘅名牌手袋，原来价值超过25,000蚊，来头绝对唔细啊！